关闭车门。我是刚关列车中的一行人，那边是五号、瑞号、瑞王站，5:39车牌号是4134。十号发车，你们沿线开往虎口。我用813买上了小车呢，买上小车呢，在瑞王站11号，那这也是电脑呗。下一站四角亭，好，即将西卡亭，西九亭。是树林发车，有花东线上台东的泰鲁阁直行交汇哦，在深澳高丽隧道北口交汇了，谢哥安的肩膀板。这13号次终于在瑞芳深澳隧道交汇了，谢哥安的肩膀板。5:41时间了，然后一般是14号发车就沿线口，8:30上了小圈了，感觉自然肩膀板。